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法师，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下午的这个课。那么今天下午的课呢，叫做这个藏传佛教的幸福学。那么这个丹江大学今天我们可能是这座的一部分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那么一部分呢，可能是外面的这个学佛的人，不过都没关系，我想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藏传佛教的幸福学，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去理解和解读，那么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有信仰的或者是没有信仰的或者是有其他信仰的，比如说像基督教呀其他信仰的，或者是完全没有信仰的，比如说一个唯物这个论者，也没关系的因为我们人类或者是所有的生命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追求，那就是幸福有不同的这个人种，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区域，但是呢所有的生命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就是幸福。那么这个幸福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获得幸福这个有可能一部分是来自于无智一部分呢来自于音乐一部分来自于这个艺术，一部分来自于哲学，一部分来自于宗教那么这个宗教里面呢有很多，有佛教，有这个西方的宗教，有东方的宗教，有各种各样都有总的来说都是给人类创造幸福全人向善的一个这样子的文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的这个课虽然是叫藏传佛教的幸福学，其实这个幸福学呢我们什么样的人都用得上有其他信仰的没有信仰的，或者是这个学汉传佛教的，南传佛教的，什么样的人都能够用得上。那么这个幸福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比如说外面的这个，比如说学佛的人，比如说我们学藏传佛教的也好，或者是像学汉传佛教的也好我们学佛的这个过程呢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过程这个学佛呢应该是一个能够让大家感觉到快乐幸福比如说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人学佛全家幸福就是应该达到一个这样子的目标，这个就是佛陀的这个当初传法的目标，其实也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人学佛全家幸福这样子的效果呢我想我今天就是介绍两三个这个方面首先第一个什么叫做幸福我想首先我们今天讲什么叫做幸福然后呢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幸福这样子那首先幸福是什么呢？到现在为止就是有这个比如说宗教界学术界等等等等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看过一本书叫做题目叫做什么是幸福
那么这本书是全球150位大师级别的人啊聚在一起，然后大家讨论什么是幸福。那么其中啊，什么是幸福呢？有人说啊，幸福就是和睦的家庭啊，家庭和睦就是幸福。那么有人说幸福是什么？稳定的收入啊，有稳定的收入就是幸福。那有人说啊，周游全世界啊，能够周游全世界，全球旅游啊，这个就是幸福。这就是幸福。然后有人说呢啊，一杯水就是幸福啊，一杯水就是幸福。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幸福呢？一杯水啊，一杯水幸福呢，还是啊全周游全球是幸福呢？到底啊什么是幸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理由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依据。那么到底啊什么是幸福，这个很重要了啊。美国有一个教授叫做麦克马洪，他花了6年的时间呢，写了一本书，应该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叫做什么呢？题目叫做《幸福的历史》啊，《幸福的历史》。他用了大量的这个历史的证据，或者是现代的这个状况啊，最后呢写了一本书，他分析研究很长时间，就花了6年的时间。最后他的结果什么呢？我觉得他的这个结果是比较悲观的啊。那他怎么说的呢？他的这一本书的结论啊，他的所有的结论呢，就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啊里面，他的结论就在这里。他研究了6年的结论就在这本书的最后一行里面。那么最后一行里面的他的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幸福啊，永远就在想象当中啊。对呀，没有在生活当中啊，这就不就很悲哀吗？啊，我们可以就在自己的大脑里面呢，可以创造一个所谓的幸福啊，然后塑造一个幸福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往这个方面拼命拼命拼命。但是最终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可能啊这个东西的存在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没有，永远都停留在想象当中。我们可以去想啊，把它作为一个理想去追求。但是真的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真的有这么惨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想这个有可能啊，可能是这个寻找幸福的方式啊，就是出现了错误。错误的追求，错误的祈祷，那就是结果可能也不是很理想了，可能也许是这样子的啊，也许他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是这位教授的啊，这位教授的他的研究的结果，这是他的结果。但是我们很多人啊不认同。为什么呢？我们不认为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永远都没有幸福啊。从佛教的角度讲啊，从个人的这个生活的经验的角度讲，我们今天没有我想可能是没有大部分的人就不会说啊，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不存在幸福啊，我们再努力也是不会有幸福的啊，幸福永远都停留在我们的这个所想象当中，不在生活当，这个可能很多人啊不赞同的。那我也这么想，这个不赞同啊，不是这样子，但他有他的理由啊，这个我们先不分析他的这个观点，我们可以保留啊自己的这个观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呢，我们这个去看看啊，什么叫做到底什么叫做幸福啊？什么是幸福啊？这个很重要了。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好啊，那就
那就这位先生吧，请你过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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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在这里啊。然后呢，再请一位啊，你啊，请你过来问一个问题。好，你们两个人啊，一个人两分钟的时间啊，请你讲，你觉得什么是幸福？你过来这边，这边。两分钟的时间如果纯粹就世俗的角度来说的话，世俗的角度，世俗的角度，如果纯粹就世俗角度来说，那如果是我个人可能认为是达到他在人生的旅，不管是平坦的或者坎坷的过程里头呢，如果达到他某种需求的目的，那么在这对世俗角度来说，可能对那个当事人来说，他认为他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幸福。谢谢，谢谢您，谢谢谢谢。你到这边讲。就是如果活着当一个人的话，然后长大又步入家庭有事业，就觉得如果自己能够健康，事业又能够圆满，家庭又能够幸福，那就已经很幸福了。但是就是一路走来，总是会觉得人生是很孤单的，对，所以一直要跟着佛菩萨的脚步，才会真正觉得幸福。谢谢。好，两个不同的这个结论啊，就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两个就比如说我觉得他们两个的观点呢都是对的没有说一个具体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大师级别的这些人呢，比如说家庭和睦呀，收入稳定的收入呀等等，他说了一个具体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位先生呢他没有指出一个具体的东西，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世俗在生活在工作当中他达到了某一个他想达到的这个目标的时候呢，这是幸福。好，那么这位女士的这个回答呢，比如说家庭和睦呀这个稳定的收入，刚才也被我说了没有，不好意思啊，忘了等等等等，反正是比较在生活当中比较成功的，这叫做应该是叫做幸福。但是呢在一路上人很不容易的，所以还是需要这个佛菩萨的加持这位女士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么我想这两个都不排都不排除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稳定的家这个稳定的收入是不是幸福呢？它也是一种也是一种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一种渠道，一种条件然后同样的，比如说这个和睦的家庭有些呢可能是周游全世界甚至是这个一瓶水，有些时候呢都它可以变成一种幸福的这个因素但是呢唯一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弄清楚这是什么呢这些都不叫幸福了。比如说家庭和睦它是不是幸福呢？它不是幸福，但是呢有可能家庭和睦给我带来幸福感然后呢稳定的收入它是不是幸福？它不是幸福但是呢稳定的收入可以给我带来幸福感还有就是就我们现场的这个两位这个师兄他们讲的也是有道理的。比如说人他想达到的目的达到了以后呢，他就是有一种成就感
有一种满足感，那么这个满足感是非常容易给他带来幸福感，这个是这个满足感呢离幸福感是很近的，很近的。但是这个满足感呢，它是不是幸福感？它不是，它是一个幸福的啊，幸福感的一个给我们创造幸福感的一个非常好的因素，但它还不是幸福。那么这些都不是幸福，包括一杯水它也不是幸福。但是它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条件，我们这其他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一杯水啊，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啊这个给我们创造幸福的这个因素呢？比如说啊，在夏天在炎热的这个高温下啊，就是这个在这个工地啊，建筑的这个工地上的这些工人啊，比如说他歇下来啊，就在稍微找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啊，那给他一个一瓶矿泉水，让他休息几分钟啊，他安心的这个喝下这个凉快的水的时候呢，当下啊，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很幸福。啊，非常的幸福，所以我们不排斥在生活当中，包括一杯水啊，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些都不是啊，都不是幸福。水它是物质啊，然后呢，家庭的和睦呀，等等等等啊，这些都跟我们的主观的意识没有太大的啊这个关系。那么幸福感呢，正好是我们的主观意识的一种感受啊，这个应该我们大家都认同的啊。比如说我们人有幸福感啊，机器它是没有幸福感啊，然后呢车子房子它们没有幸福感。为什么没有幸福感？因为它没有这种主观意识，它没有这种人的这种情感，所以它没有啊，幸福可谈啊。那么我们人为什么有？因为人不是机器啊，它正好就是有一种情感，有一种这样子的意识啊。那么这个意识它就有可以有这个这种感受。所以啊人啊有情终生才有幸福和不幸福的这种分别啊，这是为什么？他有，因为他有主观意识啊。幸福它是主观意识的一种感受啊，这个是佛教的结论。首先啊，我们讲佛教怎么看啊，这个藏传佛教，虽然我们题目是藏传佛教，但这个不分藏传汉传，这所有佛教都是这样子认为的啊。从佛教的角度看啊，幸福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佛教就不承认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有啊，有这个幸福的存在呢？佛教不是说轮回痛苦吗？啊，那么既然轮回都是痛苦，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谈呢？其实都不是这样子啊。佛教说佛教第一个，我们用佛教的立场去看幸福，去认定幸福啊，去给幸福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什么是幸福呢？啊，就是幸福，就是我们内在的啊，今生的一种愉悦的啊，这种感受啊，这就叫幸福。那么这种愉悦快乐的这种感受呢，有些时候它来自于啊一瓶矿泉水啊，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呢，它来自于这个家庭的和睦，有些时候它来自于这个啊稳定的收入，有些时候呢，因为他上班啊经常心很闷很辛苦的时候呢，周游全世界或者是出去旅游也可以给他带来啊，可以给他带来这种感受啊。所以呢，这些全球155位大使啊所讲的，和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啊这个师兄他们讲的，这都没有错啊，都没有错。但是呢，最关键的啊我们都没有说出来。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些都是给我们带来幸福感的一种外在的条件啊，外在的条件，它并不是幸福本身。所以呢，我们啊全球155位大师讲这个幸福的时候呢，为什么没有一个啊
共同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幸福感呢没有到往里面去找寻找答案就往外面去寻找一个答案的时候呢，那么外在的东西这说不清楚的。有些时候家庭和睦是幸福有些时候呢，因为他这个家庭一直都和睦的话，他慢慢的他不认为这个是幸福，他麻木了，他不认为这个是幸福他会去寻找其他的刺激他认为这个就是幸福所以这些都是外在的这些东西呢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但是呢它不是幸福的这个真正的因素我今天讲的第一个就是这个然后第二那么佛教它是不是说这个轮回生活里面呢，是不是它否定了所有的幸福是这样子吗？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疑问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佛经里面讲轮回痛苦动不动就说轮回痛苦要解脱什么的。那么是不是佛教根本就不承认这个轮回里面有幸福的存在吗？是不是刚才这位美国教授的这个观点是不是一致吗？不是这样子，佛教他没有否定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幸福的存在他认为轮回当中有幸福但是这个幸福是相对的幸福短暂的幸福短暂的相对的幸福有些时候呢，因为这个幸福的时间很短很短有些时候呢，这个幸福当中有掺杂了很多很多的不幸福的东西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认为用幸福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生活这个轮回的话，佛陀认为这个不是很恰当所以呢用痛苦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虽然这个轮回当中的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痛苦，但是呢很多的都是痛苦，跟痛苦有关系，或者是一瞬间就变成痛苦所以佛就是用痛苦这两个字来形容。还有一个意思，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觉得佛说这轮回都是痛苦的，那么佛教是不是非常的悲观是不是很消极呢？它不是为什么不是？首先让我们了解让我们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的但是呢立即就告诉我们，不过没关系，这个是有办法解决的有办法解决那么办法是什么呢？佛给我们讲这个从轮回当中摆脱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方法告诉我们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并不是那么的幸福有幸福，但是并不是那么幸福，但是不过没问题，我们可以解决目前的所有的这些痛苦我可以有一个可以达到一个很幸福的这个目的，然后呢就为了这个幸福为了幸福这两个字去追求这两个字去追求这个内容，这样子以后呢我们都是充满了希望，在轮回当中也就是活得很希望很有希望很充实这样子。如果佛就只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轮回是很痛苦很痛苦的没有办法的只能这样子只有这样子受苦然后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的方法的话，那真的是很消极的很悲观的，轮回就这么苦了那我们就天生就是来受苦的，没有任何的希望这样子呢，我们对这个生命对轮回是非常的绝望非常的绝望，这种人生观其实这种人生观是非常的这个消极的，但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一定要这样子才对的我们必须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个现实，必须要知道它是痛苦的有些时候我们很多人不敢面对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就怕他
怕他的这个身体里有产生了恶性的肿瘤啊，害怕啊，然后呢不敢去体检啊，为什么呢？他怕如果医生告诉我啊，你已经癌症了，甚至是晚期了，那我怎么办啊？那么我干脆就不去体检了啊。这种人很多的啊，这种人很多的。我们比如说，那你为什么不去体检呢？他说我害怕啊，我害怕我不去，不敢去体检啊。那么你不体检，你这样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他当然知道不解决问题的啊，不解决问题的。但是呢，他就是害怕医生的这一句话啊，从医生口里面呢，第一次啊，他听到，他已经癌症了啊，已经得绝症啊，这样子他就不去。啊，不敢去检查，不敢去体检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这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方法啊。这个不解决任何的问题，唯一的就是回避啊，逃避。那么他的这种方法能够逃避吗？啊，不能逃避的，不可能的啊，逃避不了的。他也知道这个不是逃避的方法，同样的道理，我们啊，很多人啊，就是很多人都不敢去谈死亡这两个字啊，也不敢去谈这个痛苦这两个字，很多人都不想去听这些了啊，很多人都不敢去讲这些，不敢去研究这些东西啊。为什么呢？这样子以后呢，他觉得啊，这样子以后呢，比如说他了解了死亡以后呢，他觉得很这个恐惧。不敢面对，但这种逃避啊，是一个非常愚昧的做法啊。现实啊，逃避现实啊，是最愚昧的一种做法。释迦牟尼佛啊，给我们教的一切都不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呀，而是一种勇敢的去面对现实的方法。这才是佛的教育啊。这才是佛的教育，无论是藏传佛教也好，汉传佛教也好，南传佛教也好，都是，凡是所有的佛教都是这样子。佛陀讲轮回是痛苦，这个就是我们藏传的、汉传的、南传的、宪宗的、密宗的所有佛教的这个共通的、共通的这个观点，共通的人生观，共通的这个世界观啊。那么这个共通的世界观首先让我们知道这个轮回啊是痛苦的，然后呢顾虑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啊，既然这么痛苦的话，那你得去想一个办法，要这个摆脱呀啊，摆脱轮回啊。既然这么痛苦，你为什么不摆脱呢啊？为什么不去想这个方法呢？然后呢他就推一种啊这个方案啊，从轮回里面解脱的一种方案啊，这叫做死生谛里面的这个道谛啊，这个苦集啊，苦就是让我们知道轮回是痛苦的啊，集就是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痛苦呢啊，是不是我们天生就是这么来受苦的，是不是现在没有什么办法呢啊，佛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你为什么今天痛苦，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因果啊，因果。如果你从这个因啊上面调整的话，那么可以解决这个痛苦。这个痛苦是目前是痛苦，但是呢这个痛苦完全是可以啊，完全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那佛告诉我们啊，各种各样的方法，这叫做道谛，死生谛里面的道谛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不悲观呢啊，我们首先要知道这是痛苦的，然后呢我们要知道啊，虽然是痛苦，但是没关系，这可以解决的啊。比如说我们啊体检的时候呢，我发现我身体有病了，但是呢没关系，这个病是可以治的啊。那这样子越早知道越好啊。啊，知道了以后呢我可以去治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道理啊。所以呢佛
他虽然是叫轮回痛苦，但是呢他不是消极啊，他不是悲观，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啊一种人生观。他教我们勇敢地面对现实啊，面对生命，面对这个生活。他从来没有叫逃避现实啊，这叫做首先这个是什么叫做心福啊？我刚才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啊。佛教怎么看心福？佛教啊，有没有说这个轮回里面有心福？有心福啊。如果我们没有心福的话，人不心福的话，那么佛教它会自相矛盾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佛说我们的人和天人的这个是什么的果报呢？是善的果报啊，是善的果报。因为我们过去心善啊，今天就有做人做天人的这种机会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这个环境啊，既然是善的果报啊，那怎么可能是痛苦呢啊？如果善的果报也是痛苦，那么造罪跟这个心善有什么区别呢？反正都不就是痛苦吗啊，心善果报也就是痛苦啊，造罪的果报也就是痛苦，那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什么区别了啊。所以佛啊，佛不会否定这个轮回当中有心福，心福我们可以去追求的啊。所以呢啊，佛教的世界观啊，人生观，它没有那么悲观，心福有的。好，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啊，那么有心福我们怎么样去追求心福啊？怎么样去追求心福？比如说一个学佛的人怎么样通过学佛的方法去心福啊，寻找心福。如果一个不学佛的人啊，根本没有信仰的人啊，那么他也需要心福呀，他也是人呐，他也需要心福啊。那么在没有信仰的这个情况下，他可不可以追求心福？也是可以的啊。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人的这个心福的质数的高和低是有区别的，但是呢两种人都可以追求心福。那这个我们怎么样去追求心福呢？首先啊，我们人就天生就有几种啊，有几种固定的啊这个观念啊。这观念是什么呢啊？绝大多数的人认为物质可以给我们啊带来幸福啊，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啊，无论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啊，有信仰的也好，没有信仰的也好啊，当然这个层次程度不一样，总的来说每一个人都认为物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啊。比如说我们口渴的时候呢啊，无论是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人，如果有一杯水，他一定会觉得这个是幸福的啊。那个时候的幸福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杯水。那但是呢，人的这种想法会随着这个时代啊而变化的啊，随着时代会变化的。有些时候呢我们认为物质是最重要的，有些时候呢精神上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啊，这是不一样的。那么什么样的时代啊有什么样的这个需求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等一下啊，也就就几位师兄啊也就回答一下啊。首先啊，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啊，还有一条狗啊，两个人啊，两个生命就关在一个屋子里面啊，五天啊不吃不喝，狗也不吃不喝，人也不吃不喝。那么五天以后呢，这两个生命啊同时放出来的话啊，那么第一个时间当中啊，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两一条狗啊和一个人啊，他们两种不同的生命啊，但是他们有同样的追求啊，那他们的第一个时间当中啊，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回答一下，这中间有一位啊女士，
请你回答。这个时候呢，两条生命啊，就是这位啊，你呀、啊，好，请你过来。好，请你回答啊，一条狗，一个人，无天无夜，不吃不喝。然后呢，两个都同一个时间放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追求是什么？我想应该就是食物和水吧。好，非常好。对，食物和水啊，那我们有多少个人呢、啊？赞成这个回答？我们举个手。几乎是所有人都回答这个问题，这赞同啊，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对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位女士回答的非常的好啊。他们需要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他需要的什么呢？水和食物。这个时候这两个人，你给他讲哲学有用吗？没有用是吧？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给他讲宗教有用吗？也没有用是吧？好，那这个时候呢，对这两个生命啊，其他的任何一个都是一样的。遗书对他们有用吗？没有用啊。首先要填饱肚子，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生命的一个天生的一种本能啊，人的本能，所有生命的本能。但是这个时候过了以后呢，啊，然后好，还是这位女士啊，给我回答一下啊，你就在站在这个地方回答也可以啊。那么这过了以后呢，啊，比如说狗它找到了食物和水啊，那么解决了以后呢，它的这个饥渴的问题以后，它有没有第二个其他的追求呢？因为你不是狗，他不知道。好好好，回答得很精彩啊，非常。你有宠物吗？没有宠物是吧？那你的邻居有宠物吗？有是吧？但是也可能不是很了解，没关系。好，这个就不说了。好，然后第二。那你是人的问题，你可能是没问题了啊。那人啊的这个填饱肚子以后呢，他下一个追求还是这个吗？不是是吧？是其他的是吧？好好，非常好，对对，这就对了啊。狗啊。虽然这位师兄啊，他说的这个很幽默的回答，他说因为我不是狗啊，我不知道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推理的啊，我们大家都不是狗，但是呢，可以推理的。那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狗填饱肚子以后呢，去干活呢？没有看见是吧？那。通常我们看到的是，比如说狗它填饱肚子了以后呢，它下一个去干什么呢？还是去寻找食物是吧？啊，水。好，水和食物，反正就这两个了啊。狗啊，它一般的情况下啊，特殊的动物我们不说了，在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动物呢，狗啊，它一般的情况下，它吃饱了啊，填饱肚子以后呢，下一个追求还是这个。啊，几乎就是没有别的追求了，然后人就不一样了，人填饱了肚子以后呢，他就有其他的追求，这个时候呢，人啊，人和这个动物的啊，动物的这个追求就不一样，那么刚才我们讲的填饱肚子，比如说你口渴的时候喝到很凉爽的水啊。这个是什么？这叫做快乐啊，在中文里面呢，这个叫做快乐，还不叫幸福。但是当然了，有些时候呢，它也可以给它带来幸福。
然后幸福是什么呢？快乐和幸福这两个的区别，快乐是我们的眼耳鼻舌包括身体所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个感官的这个啊，通过外面的东西啊刺激我们的感官所产生的比较我们比较喜欢的这种感受叫做快乐啊。那么刚才这叫做快乐。然后幸福呢它不是啊，幸福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我们的第六意识的这个第六意识当中啊所产生的一种喜悦的感受啊，这个就是层次稍微高一点啊。在中文里面呢快乐和幸福的这个有一定的差距啊，快乐就是不等于幸福啊。那么幸福当中呢已经包含了快乐啊，这样子。那么人啊他的下一个追求是什么呢？就是幸福，他就会追求幸福的。人和这个狗两个都一样，在这个第一个时间从这个屋子里刚刚放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需求是什么呢？就是物质。我们刚才讲了食物，就是食物和水，总的来说就是物质啊。那么人填饱肚子以后呢，他下一个追求就不一定是物质了啊，有可能是这个哲学啊，有可能是艺术啊，有可能是宗教啊，就是这样子。人这个时候他会啊追求这些东西。那么比如说人和狗刚刚出来的时候啊，他需要物质，这个时候他的需求就是寻找物质。那么这时候如果得不到物质的话，他很痛苦的，两个生命都是很痛苦的啊。同样的，比如说他需要人和人他需要一些精神上的东西，比如说他想学哲学、艺术、宗教这样子的时候，如果他满足不了啊这个需求的话，那就是当初他得不到物质时候感觉到的痛苦现在开始了啊。这个时候不是物质，但是呢因为他没有找到啊他想找到的东西啊。刚才这位先生说了啊，比如说人的幸福就是他在他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他想获得的东西，他想达到的这个事情啊目的达到了以后就是幸福。对，就是啊我们第一个幸福第一个要达到的是要解决这个物质的问题了啊，那个时候物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所以啊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佛教从来都不认为金钱是一个什么邪恶的东西啊，他不认为金钱是邪恶的东西。佛教他不会认为物质财富是邪恶的东西啊，一定要所有人都要去当苦行僧啊，一定要要过这个很艰苦的生活呀，否则就是没有办法当佛教徒，不是这样子了。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的时候啊，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的一些行为是比较过激的，比较极端的啊，比较极端的。学佛的人，就很多人觉得，学佛的人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东西呢？学佛的人为什么要去吃这样子的东西呢？学佛的人为什么要穿这样子的衣服呢？为什么要开这样子的车呢？学佛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开这样子的车呢？当然啊，佛的基本的要求是让我们过啊比较简单的朴素的这个生活啊，不鼓励我们去过很奢侈的生活啊。但是如果你自己啊有过去的福报啊，有过去的福报，有这样子的福报，不需要费太多太多的时间，不需要费太多太多的心，自然就有这样子的生活的话，那佛教是不会反对的啊，不会反对。所以这个时候啊，物质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是短暂的，短暂的啊。17世纪、18世纪、19世纪这样子的时候呢，东西方都需要物质啊，
绝大多数的人都需要物质，这个时候呢，人都在拼命的去追求物质。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了以后呢，然后很多人都在拼命的去这个追求物质，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这是一个我们的心灵的一个需求，它一个自我们的心灵呢、啊，它也有一种自，它也有一种自然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它的第一个需求就是物质啊。那么它当它需要物质的时候呢，它为什么不允许去追求呢？这时候呢，佛教在这个上面呢，它没有这样子去强迫的去一定要当苦行僧啊等等，没有这样子。这个是人允许追求的，这是第一个。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第二件事情，这个特别的重要啊。第二个，我们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了啊，需求是不一样。如果我们还是一直都这个追求物质，物质，物质，除了物质以外没有其他的追求的话，那么刚才两个生命同样的出来了以后呢，现在啊，一条狗的追求和一条人的追求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啊。狗代表动物啊，它的追求永远都是这个食物啊，永远都是食物。那么人的追求也是永远都是物质，那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了啊，没有区别。两个我们自以为一条狗和一个人的生命的档次不一样，我们是高级生命啊。但是呢，我们刚才啊，从这个高级生命和低级生命的这个追求啊，那是如果都在物质的这个停留在这个物质上面，那追求都是一样的啊，不知道怎么样去高级低级啊。如果以这个感官来分的话，那有些时候狗的感官比我们厉害的呀啊，比如说啊，在这个地方某一个人经过了，过了两个小时以后，我们知道吗？这个地方谁在经过这个地方，这个门谁经过了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啊，狗知道啊，知道这个地方，因为它人的气味还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以后还在这个地方啊，但是我们的啊嗅觉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啊。这个灵敏度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就是这比人的还高几百万倍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办法啊分高和低的这个区别啊。那么难道现在追求也是一样的东西呢？真正的高和低怎么样去区分呢？那我们就会说啊，我们就进化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啊，进化了再长的时间也好，我们追求的别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啊，进化的时间再长有什么用吗？所以这时候呢，人应该有更高级的啊，高级的追求。那么高级的追求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了，有可能是哲学，有可能是艺术，有可能是宗教啊，都有可能，都是在这个心灵上的一些东西。那如果我们啊衡量一个人的啊一个人的这个他的一个这个心灵的这个成熟的过程啊，怎么样去衡量呢？就是有一种办法去衡量他的成熟的过程啊。如果一个人啊只懂得追求物质，这个人的心灵没有任何啊没有这人的心灵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追求，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人现在停留在什么地方呢？刚刚从这个物质里放出来的这个阶段，他就停留在这个阶段的人啊。所以一下子就知道这个人的成熟有多高啊，这个一下子就知道了，这个人的今生的成熟的这个啊程度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就从刚刚从物质里面放出来的，就停留在这个阶段，根本就没有什么成熟了。然后一个人就是懂得追求一些崇高的啊，有一些崇高的理想，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确定哦，这个人他现在停留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至少他没有停留在刚刚从这个物质啊，从这个物质里放出来的这个阶段，他不再停留在这个阶段，他已经成熟的啊，已经离那个阶段
还走得有点远啊，成熟的有点不错啊，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物质，首先不否定我们需要的啊，但是物质是不是给我们带来，给我们创造幸福的所有的内容呢？啊，不是，是不是全部的内容呢？不是全部的内容，还有其他的东西，嗯。然后其他的啊，其他的这些领域当中啊，我们人的这种，欲望会不断的啊增长啊。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一个秘密，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重要，嗯，啊，这个秘密是什么？这是佛教解密了啊，其实是2500多年前就已经解密了。今天2500年以后，这个应该不是一个秘密了。但是呢，我想啊，我们平时不太喜欢去读佛书的这些人来说，也许这是一个秘密啊。那么这个秘密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平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幸福和不幸福呢，以我们的生活的水平来决定啊，生活的水平高我们幸福啊，生活水平低就不幸福啊，这是我们常人的啊这种想法啊。那么秘密是什么呢？啊，现在说不是这样子啊，这个生活的高水平的这个高和低，不是解决我们的幸福和不幸福啊。那么幸福和不幸福是怎么解决的呢？啊，这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来决定啊，我们幸福和不幸福，这就是秘密啊。这是不是个秘密啊？大家觉得？啊。这是一种啊，这是一种秘密啊。我们平时大家都认为这个生活水平高，我们一定会幸福，所以我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啊物质啊，各种各样的物质，把我们的身边的所有的东西都提升啊，我们的开的车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然后呢，住的房子呀也是越来越好啊。然后呢，家里的所有的这些家电啊，都是每一年每两年就提升。然后用的手机等等等等，所有都提升了啊。提升了以后呢，这些物质呢，任何一个物质啊都提升了，嗯，高高在上啊。然后唯一一个没有提升，是我自己没有提升啊，我没有提升，我自己的生命是没有提升的。我自己的心灵是没有提升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的心灵呢，就是跪在这个所有物质的下面啊，所有的身边的东西都高高在上，唯一没有提升，从来没有提升过，就是我自己没有提升了，其余的所有我拥有的一切东西都提升了啊。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其实本来是这些物质是给我带来幸福的，我的愿望是这样子，我为什么要提升他们，主要的目标也是这样子，嗯，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提升呢，所以现在这些物质全部倒过来，不但是让我幸福，而且让我非常的不幸福，这个道理懂吗？对呀，那这个是为什么呢？我们对他的态度啊，态度有问题。比如说70年前80年前啊啊，大家都是比较啊，就比如说东南亚地区很多，尤其是东西方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很多地方的生活都是比较贫穷的时候啊，很少听说过这个现代文明病啊，现代文明病，嗯，那么现代文明病就是肉蛋牛奶，就这三个啊，就是因为营养超过了，日子过得太好了啊，吃的太多了啊，这吃的太多了以后呢，我自己能够吸收的这个能力跟这个不相应了啊，它已经超过了我可以吸收的东西的这个标准，超标了以后呢，然后最后不但是我没有幸福，而且我就生病了啊，文明病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啊。身体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心灵呢，又尤其是这样子，心灵就是更加就是这样子啊。必须要知道，我们幸福和不幸福呢，啊，就是以我们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来决定，而不是
太这个生活的水平来决定啊。我们所有的人啊，基本上都觉得我幸福和不幸福，就是以我的生活的水平来决定。所以我们拼命的去赚钱啊，拼命的去提升我们的生活的水平，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幸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忽略了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对这个生活的态度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我们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心理学家他们知道一些啊，知道一些，但是知道的也不是很透彻。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真的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凭什么我们去不学习这些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以生活的态度来决定了，我们不知道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因为我没有提升我自己的心灵啊，所以呢，我们对物质生活的态度呢，永远都停留在最早最早的这个阶段当中啊。然后呢，生活的水平呢，它就已经提高了，但是我们对它的态度没有提高。所以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和物质生活的发展啊，这两个啊，有很大的啊，有很大的这个失去平衡啊，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区别。在这个区别当中呢，产生了什么呢？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满啊，我们开始对这个生活不满啊，比如说上世纪70年代到2000年啊，就在三十年当中，比如说英国人的这个物质的生活，他们的收入增长了66%啊，66%，三十年当中啊，他们的物质生活的这个水平就提高这么大了，但是呢，他们的幸福指数呢，一点的变化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往上走。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大家好好想想啊！还有日本也是一样的啊，在三十年当中，他个人的这个消费的能力啊，增长了5倍啊，增长了5倍，他的收入就是增长了5倍，但是他的幸福指数从来都没有增长。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这叫做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这物质到底给我们能不能带来幸福啊？如果能带来幸福的话，那只是多大的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幸福啊？研究了以后啊，就是西方社会在这个方面呢，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们研究了半个世纪，最后的结论，物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幸福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幸福指数当中，只有10%到15%啊，才跟这个物质有关系啊。啊，那么剩下的我们的，比如说90%的幸福啊，幸福感，85%的幸福感是来自于什么呢？不是来自于物质，那么来自于什么呢？那来自于非物质的东西啊，除了物质以外的东西。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人的一个自然的现象啊，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这时候啊，本来人的这个幸福呢，只能有10%到15%才可以跟物质有关系啊。那么剩下的东西是非物质产生的，但是我们正好缺乏了这个啊。那我们现在这等于是缺乏了以后呢，等于是缺乏了我们的这个幸福感的90%和85%啊，因为90%或者85%啊是来自于非物质啊。那么我们呢一直都认为这个所有的幸福感都是来自于物质，然后拼命的去这个追求物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去考虑其他东西的时候，然后啊这么大的一个数字啊就缺乏了。所以啊，就是
没有人啊，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心腹的支数啊，为什么不增长的原因就是在这里，物质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的这个房子啊，住的房子越来越大呀，中央空调啊，高级轿车呀，等等等等，用的都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但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嘛、没有一个东西是增长，就是幸福感啊，没有增长了，幸福感没有增长。